谢谢你的好意，这竹子是给学校留作纪念的，只有自己挖的竹子，栽下去才有意义。想帮你个忙，没想到还帮不上。 王琦，啊，别挖竹子了，办点正事儿吧。你不是说你能活着回来，就向诗玉求婚吗？求吧，我们给你做个见证。袁连长，哎，不行走，不行走。这回来的太着急了，什么都没准备拿什么求？有什么准备啊？把握机会。 就拿这个勋章，这个太不正式了。你是军人，有什么比这个勋章还要正式的？拿着。王琦，是，到，这是命令，是。 我的这枚勋章是在棉湖战役中获得的，我炸毁了敌人的一个碉堡。炸碉堡之前，我满脑子都是你，是你给了我杀敌的勇气。世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怎么样，身体好点了吗？刚才你表哥来了。您为什么羞辱我？什么？您明明知道那根竹子是我砍的，您却带着所有人又在原来的地方种了一大片，您这不是羞辱我是什么？那棵竹子是你砍的，你为什么砍竹子呀？为什么您不知道吗？您为了取悦沈梦锁。 就不顾我的感受，不惜伤害我的感情吗？莫名其妙。沈梦苏把竹子种在那个地方，正对着你的窗户。每天你只要一睁开眼睛，就能看到它。那根竹子就是沈梦苏的化身。将来就算他毕业了，只要你不离开昆雅，每一个昼夜，每一刻。 都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，陪伴在你的生活中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知道我和沈梦苏之间的关系吗？他怎么可能为了我特意在窗户下面种一棵竹子？他那么恨我，他时时刻刻都在向我示威，折磨着我的良心，让我寝食难安。我只知道，一个女人如果恨一个男人，那就证明她在乎他，甚至可能她爱着这个男人。
越说越离谱。怎么不可能？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你那么呵护他、体贴他，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，说不定有一天，说不定有一天你就把他的心暖热了。玉祥，我现在严肃地对你讲，你不要再扯这些没有影的事了。还有，我怎么也想象不到那颗竹子是你砍的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为了沈梦苏，你就这么指责我？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他了呀？既然这样，你当初为什么要休了他？你还得严肃地对我说，你还是严肃地问问你自己吧。不可理喻。明天在东郊场有集会，会后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游行，大家也相互通知一下，没有来的同学大家都传递到啊。大忙人，你不是在沈岗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做军事教官吗？怎么有空回来了？明天各界和沈岗罢工的工人在东郊场有集会，会后要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本校入伍生和党军各派一部参加。我刚开完联络会议，赶着回来传达。哎，我先声明，不要拉我去，我是不会参加的。这位同学，你的这个态度有点问题啊。五卅惨案让全国人民都爆发了，各地都在声援罢工工人。宣统皇帝被赶走以后，故宫开放参观，冯玉祥把门票收入全部捐给了上海工人。香港从海员开始，15天之内有25万各行业工人参加了罢工，其中10多万已经乘火车和轮船回到了广州。行了，不用你跟我说局势。对于五卅惨案，我也很气愤；对于工人的罢工，我也表示很同情。我只是不愿意参加你们组织的活动，不愿意被共产党挑动和左右。你不会是跟穆飞那伙人搞到一起去了？我也不喜欢他们孙文协会以党阀自居，经常闹事儿，动不动就打打闹闹的做派。但是黄喜，我跟你个人是朋友，恕我直言，我不太接受你们共产党的一些做法。明白了，你和咱们的蒋校长最能保持一致了。蒋校长主张调和各界纠纷，达至京城团结，这有错吗？恐怕是调而不和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和你争论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沈岗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，但这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事，而是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。全国人民、世界各地华侨、国际无产阶级都在支持我。明天的游行，全市工农学生军各界都要参加。广东省长公署已经通告下属机关，停止办公，参加游行。昆雅女士也要参加游行？废话，全广州的学生都要参加。1925年5月30日。上海工人、学生为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举行示威游行，英国巡捕开枪镇压，造成数十人死伤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。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感慨，为了支援工人的反帝斗争，广州和香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沈岗大罢工。我去参加查封那个妓院，哎，你是不知道那帮婆娘穿的衣服啊，什么衣服啊，上衣刚刚及腰，裤子连膝盖都遮不住，那一双腿呀、啊，还有腕子，白生生扎人眼。哎，大哥，你坐里面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好，帝国主义改不了他们的本性，他们能在上海南京路杀人，就可能在广州开枪。哎呀，怎么你怕了？你要是怕就别来参加革命。我不是怕，我是让你走里面来。这么多人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可是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啰嗦了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的话老是被你打断。
哦对，哎，他们的衣服脸看到这儿，那奶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你们这帮男人看了，肯定要喷鼻血。咱们能不能说点别的呀？你装什么童子啊？你们这帮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要不是你们这些臭男人，那些骚货穿成这样，勾搭谁去啊？不是，你骂谁呢？你觉得骂谁就是骂谁呗。哎，这下可好，把他那烂窝子全给他端了。以后你们这些男人就死心吧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阿贵，你坐里面来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最烦男人像你一样婆婆妈妈、啰里啰嗦的。你看人家老欧，说话一句是一句，道理一套一套的。人家说话多有水平，怪不得人家当领导。真是的。哎，老欧。啊，您好，大张，那就是呢。哦，在后面。老欧，老欧，我想跟你汇报一下这几天的工作。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。跟着公安纠察队查封了好多医院管、赌馆、妓院，还跟着妇女联合会，去打扫卫生、洗啊、浆啊，把那些又臭又脏的地方全都收拾好了，改成了宿舍。这样一来，从香港回来的工人同志们就有地方住了。你们辛苦了，国民政府也刚刚拨了专款，作为给罢工工人的伙食费，这么多人吃的住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哎，老欧，那有什么任务交代给我的呀？春晓他们也在，我带你去找他们。好啊！打倒帝国主义！没事，我过来看看这边的情况怎么样。你看，学生们热情多高涨呀！好，为死难的同胞报仇！你看谁来了？陈贵，你也来了！打倒帝国主义！王司，你好。你好，您的伤好点了吗？好，好了，全都好了。你看。跟没受伤一样，是那边。麦先生招的学生就是厉害，不错，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，这又是个很大的进步。不过，你还要继续的锻炼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定，更加的勇敢。怎么样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有志气。来吗？现在打着革命旗号的人太多了，都说自己是真革命，骂别人是假革命，甚至于反革命。身处乱世，孰是孰非，你我这种小卒恐怕一时也难以看清。但是有一点，身为七尺男儿，就有责任保护好自己心仪的女子，你说对吧？可是我瞅了这一路，怎么一个困仰的学生也没看见？按照指挥部的安排，游行队伍按照工农学生军的顺序排列，我们跟学生队伍之间隔着好几千人的商团呢。不合理，这样的安排太不合理了。咱们军校也是学校，为什么不和其他的大学、中学一起走呢？哎，你们是怎么安排工作的？行了吧，我知道你是来找沈梦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跟别的学校走一块也没用。今天参加游行的有五六万人，队伍猴急李长，你要找沈梦苏，那就如同大海捞针。那我们在这捞一捞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去前面看一看。都像你这么跑来跑去的，那游行队伍还不得乱了套了？哎呀，我就去瞅一眼。那也不行。要不我去帮你看看诗玉去啊？我是来参加游行的，就来看女人的。上的几艘外国军舰，都已将枪管对准了杀机的方向。有谁见到去我说这个作业组织的吗？没有。大家赶紧分头去找。
就算找不到居委中心和居委主席，碰到别的领导也行，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赶紧报告上去。好，他的翅膀，把高人的吊坠劈了。
声音，我先走了，你别管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不会丢下你的。我们一起走，来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先走吧。你等等。大家都别哭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瞬息万变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必须要学会面对一切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坚强。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吧。诗雨，我为你把我们的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以后的事都计划好了。
我把我们的一辈子都计划好了，可是一切都还没有开始。你怎么就一个人走了呢？什么？申请书。入团申请书。你想通了？睡不好觉，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失语的样子。那天要不是他把我推开，可能躺在竹林旁边的就是我了。你别那么想，世事难料嘛。至于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，他替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所以我要替他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着。最近我一直在想，诗玉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诗玉和我之前都希望能够发展你入团，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对诗玉的亏欠而入团，我希望你还是考虑考虑。加入组织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，不能被其他的因素所左右。比如，某些个人情感，或是个人恩怨。我明白。最近我读了很多书，也参加了很多活动，我发现特别是经历了沙面罢工、省港罢工，还有最近的沙鸡惨案之后，我越来越相信马克思主义了。我打心底里想成为他的信徒。那你以前的顾虑呢？你不也说了吗？只要有真心的信仰，就不该为其他因素所累。不管是个人感情，还是个人恩怨。好，我代表团组织收下你的申请。诗玉，我交入团申请书了，你高兴吗？诗玉，从我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天起，你
就是那个最懂我、最照顾我、最关心我的人。你比春晓更了解我，也更明白我的心思。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记在我心里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继续纠结于过去的恩怨中。我想，我已经可以彻底的放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像你一样，全心全意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向你和春晓告别。告别？北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的部队随时都会开拔，我来提前向你告个别。黄琦，他还好吗？他现在每天拼命的训练，说总有一天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。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，一定会的。听说你参加青年团了。嗯。我理解你跟诗玉之间的感情，可是你一冲动就参加什么青年团，说实话，我不太赞成。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不是一时冲动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女人做事儿往往会非理性。那你希望我加入什么组织啊？我希望你什么组织都不要参加。我觉得什么政治啊、社会改良、革命，这些都是我们男人的事儿，女人最好不要沾边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革命军人，是一个反封建的新青年。你带我们排那些戏，不也是在宣传妇女解放、争取自由吗？对，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扭曲的确太没人性了。妇女应该解放，追求自由，可要看是哪种层面的自由。我个人觉得，女人只要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天性，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就可以了。什么革命的事儿、打天下的事儿，应该交给我们男人去做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比如，女人可以拒绝缠足、束胸，实行天足天乳，保持她们的天性。她们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嫁给别人做太太，还是做职业女性。她们可以决定自己嫁不嫁人，或者是嫁给什么样的人。在每一天，她们可以决定自己是静坐读书，还是出门逛街，或者是到舞厅跳舞。总之，这样的自由还是限制在生活层面里头。自由还要有限制？当然要限制，不然岂不是乱套了？我就不主张妇女参加什么政治活动，成天在外面东奔西跑，今天一个集会，明天一个示威游行，搞得跟男人没什么区别，甚至还钻进枪林弹雨里，一不小心，美丽的身体被打得血肉横飞。诗玉就是这样的悲剧。诗玉是我们学校的英雄，他是我们的骄傲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哎，王苏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贬低诗玉的意思，我是担心你。不用你的担心，你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，请多保重，也希望你能够凯旋而归，完成孙先生的遗愿。今天是骑自行车补考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珍惜这次考试的机会。第一个，沈梦苏。到。
确的。谢谢。长大以后，我们再未谋面，更谈不上相知、相恋，所以彼此没有婚姻的基础。我早已离开家乡，去了外面的世界，那个世界很大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注定无法与你同行。包办婚姻，乃封建宗法之臣俗也。纵观今日之中国，革旧除弊，五四新潮风起云涌，我们各自皆应珍惜青春，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变革之中去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去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活。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，仅以此书表明心志，望深切见谅。慢摇堂，穆苏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无论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我给你造成的伤害。唐熙发生的事情真的是阴差阳错。那场婚礼也是你安排的吗？我承认，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但是林月昌压榨百姓，杀人无数，罪恶滔天，他真的该死。我安排干什么？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就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。